虎哥，我上礼拜我就讲了嘛，对啊，就是大家这一场见面最关注就是你们两个碰面嘛，其他都但没有人关注啦，是除了那个韩冰要不要选那个立委之外，其他大部分大家没有关注，关键就是你侯友宜要讲什么嘛。那我其实我觉得他应该利用这个机会，除了跟韩国瑜之外，跟韩粉道个歉，就是说让大家和解一下，因为这个台子是大家帮你搭好了嘛，你其实只要好好表现就好。所以整合韩国瑜真的是最简单的事情，比较起整合郭台铭简单太多了。大家都想办法凑合你们嘛，黄复兴想办法把你们凑在一起，还坐旁边。因为郭台铭他是有心思想选，想选的嘛，但是韩国瑜没有嘛。对啊，而且他一直说，而且大家都知道韩国瑜他一定会挺国民党的候选人，一定的，一定的。所以这一局理论上应该真的像你讲是比较容易。对，所以然后我觉得侯友宜也想要解决啊，对啊，否则的话他不会在他致辞的六七分钟里面硬拉出来两分钟扯到韩国瑜干嘛？他干嘛无缘无故去扯韩国瑜？可是他在台上讲的，你感觉到他想道歉，可是又没有说出对不起。然后那个讲的有点绕，就说哎呦我每天啊很多人传讯息给我啊，叫我姿势要。什么姿势不对啊？什么什么，让我想到韩国瑜四年前也身心俱疲，所以我就开始反省，我可不可以做更好？就是有点绕，对不对？其实就直接一点嘛。任俊哥那个四年前，因为我是带到做市长，我很严守行政中立，因为我以前都是公务人员，我忘了我党员角色。但我四年来，我跟国民党站在一起，我们想到就是只有党好才有。你也好绕，对。所以呢，我觉得四年前对不起我做得不够好，那个抱一下。哎照道理说，四个人参加，很多人参加，四张照片都是配不同照片嘛，对，应该理论上，四张照片都有侯友，都有韩国瑜啊，对，这是重点啊，这很明显嘛，很明显他知道说是要处理韩国瑜的问题嘛，然后脸书上面的叙述感觉出来就更像道歉的样子，只是没有说出对不起三个字，可是很有道歉的样子，但就是没有说出口，所以我觉得就有点可惜是变得各自解读了，就像今天也有侯办问一个媒体人啊，他跟那个媒体人请教嘛，他就说。欸、你觉得我们侯友宜那天道歉道怎么样？媒体人直接回说他有道歉吗？对啊，那个道歉变成各自解读，有的人认为有道歉，但有的没有。那所以呢，你效果只有到一半嘛？那我们期待是说效果到100%嘛？所以不过我是觉得至少破冰了啦，就是说他们也是坐在一起，然后这个也一起手牵手。对对，牵手拉起来。对，我很不喜欢他，我还是。我的人我就不会跟人家手牵手，可是他们两个还是手牵手。然后我有看到一些照片啊，是三个朱立伦啊，然后那个韩国瑜跟侯友宜三个人这样子交头接耳的，很亲密照片，只是没有什么人在传而已。但我有看到，所以我至少觉得有一步。那明年1月13号才选嘛，还有半年，就是一定很多人会做很多场子，两个人还会有很多见面机会，想办法就是。一步两步三步，让大家觉得、欸、真的就是大家团结。我觉得是这个做得到。那至于说为什么那个椅子会变成一个话题，什么韩国椅、侯友宜移动的椅，就是因为可能就是他们两个在台上，一个没说对不起，另外一个没提到支持侯友宜，所以就很容易被见缝插针。那如果他们两个在台上讲得很棒，其实没有人会去做那个椅子的文章啦。那椅子其实我觉得也还好啊，那就是。韩国瑜就是他上台的时候把椅子往后推了嘛，那所以侯友宜觉得说那个椅子太外面了，把它拉回来一点嘛，我感觉是这样，这样解释也通，对不对？可是大家听起来就觉得你在凹嘛，为什么？就是你看他们两个就是有问题，所以我是期待啦，下一次见面的时候可以再讲话更直接一点，我觉得更好。因为袁志刚刚讲的对是，如果他们两个人在现场抱在一起，或是直接就韩国瑜如果讲的就是说就。力挺侯友宜，我们大家所有的人一定就是什么什么，那个椅子远近，那没有椅子都无所谓啊。然后这时候，反而你如果做文章，人家就说你看你们这些，那这真的叫见缝插针，它会有这样一些效果。可是问题是，好，现在看整个焦点全部都摆在那张椅子，然后到底谁讲了什么没有？就是你现在看，刚才任俊一开始就问说，那场主角应该是谁？当然应该是侯友宜啊，对啊，你觉得是看起来就不是他、啊。如果说这一场哦，刚才任俊讲还要去问侯办说有没有道歉，然后还要叶元之跟他说应该这样，如果可以那样更好的，就表示大家都看不懂，甚至不认为这是道歉。坦白讲，形势比人强了，从任何人去看这个影片就知道谁是主角，谁是客人，甚至是路人，我举个例子哦，谁先到场？
侯友宜先到，谁最后到？韩，大家都知道，所有的场合啊，最重要最晚到嘛，站 C 位的一定要站 C 位，就是最晚到嘛。对，其实一个是团队跟团队的问题。坦白讲，如果真的要做这一场来制造这种大团结的话，幕僚做所有的工作，该讲什么，什么阶段该讲什么，然后什么样的动作可以凸显那个团结。要么团队之间没有任何的沟通管道。侯友宜也不知道韩国瑜什么时候到，韩国瑜也不在意你侯友宜要不要到。否则的话，大家讲好谁先到，然后谁这边一直到，甚至手牵手进场也可以啊。没有嘛。韩侯友宜如果手牵手又不一样了，一起进来那真的又不一样。那你看侯友宜这边等了50分钟哎。对。他可能是不好，他搞不好和别家行程只是不好意思走。如果哈牵走了，就整个毁了这一场嘛。所以他也不知道韩国瑜什么时候到，所以这边等等等啊，跟那些人不熟。对他也不知道讲什么。所以就一个人这边呆呆的等了50分钟。不是很奇怪吗？我再举个例子哦，我认真看的啦。我相信你会认真看。我也看了好几场，你看那个留言啊，看那个留言，就看到哇，你看韩国瑜的口才多好啊，怎么看怎么像一个总统候选。侯友宜讲话怎么还是没有重点？那这个算不算道歉？大家讨论啊。所以那个形跟势是不一样的，很难这一场最终看起来主场主人还是韩国瑜。那没关系，就算是主人，你也可以好好推荐这个所谓的侯总统当候选人吧。可是他也说不出口。韩国瑜从头到尾没有提到，在台上的时候没有推荐或请大家力挺，还要大家听信号。如果这时候韩国瑜讲说：“各位在场的同志们，信号已经响起了。”你可以想，那完全不一样哦。那意思他大家在等等还不是请大家开始力挺哎，因为等信号就是重点，不在信号，是等，不是等信号。你知道岳云芝现在看你，他一直觉得他一定觉得，你看这些人又在见缝插针，对不对？我举个例子啊，其实很多细节可以看 ，Lights 那个只是其中之一。对，还有有没有注意到啊？你听那个声音，什么声音？韩国瑜支持的时候，全场是静悄悄的，听他讲话，侯友宜讲话的时候，那我还看到一个画面是那个。杯盘狼藉吗？杯盘狼藉之外，还有人送菜送到镜头前面，你看到没有？谁是主角？谁不是主角？谁讲话说全场静悄悄听着他讲话，跟谁讲话的时候有听没有听差不多，就看得出来了。所以这一场照理讲哈，如果幕僚有责任的话，我觉得幕僚最负最大的责任，在事前完全，如果刚才讲岳云芝他有办法可以跟侯办人讲说这场应该怎么做，什么动作才能够达到效果的话。搞不好不会这样子啊！但显然幕僚之间是没有任何协调作业的，所以这一场连演都没得演。对，然后到场即兴发挥，即兴发挥啊！真的，我认为侯友宜即兴发挥，然后还演即兴发挥啊，讲故事啊，讲笑话啊等等，所以大家都在即兴的结果就会出现偷偷摸摸拉椅子。我相信那椅子可能是侯友宜即兴发挥了，发现这椅子那么远，然后偷偷拉一下，你看那眼神好像怕人家注意到，就大家都注意到了，所以我觉得这一场哈、啊。不但没有弥平那个原本很遥远的距离，甚至我认为韩粉也不满意。说这个算道歉吗？还有我们帮他解释，显然是有落差存在的。